Hello, hello， 大家好，而家系2:10，所以而家应该系休息嘅时间，有啲人系做紧工，不过我哋马来西亚咧系喺度，MOC 就系 restrict movement， 系唔可以出门口嘅，除非你外卖嘢啦。所以我自我介绍，我嘅名你可以叫我小贤。定係你可以叫我 Nicole 都得啊。OK， 所以而家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呢、這個Shiruto， 就係我哋嘅簽名產品啊。嗰、那個 Shiruto 係因為英文係廣東話嘅，因為我哋嘅Be International 就嚟愛去香港嗰度official launching 咗啦，所以後我哋係4月6日，所以我要愛做一個 live 係講廣東話嘅，所以希望大家聽到聽明白啊，因為平時我係講華語比較多啲。OK， 所以而家我哋要知道嘛，好多嘅國家無論喺中國又好，喺 Europe country 定係喺Malaysia。Asia country， 我哋都有好多係有嗰個 COVID-19， 所以 actually COVID-19 好多個嗰個 case 一直咁樣好多人 affect 到，所以actually 我哋都係好擔心，都擔心自己啊，擔心我哋嘅身邊嘅人啊。所以我哋而家愛購嘅，因為 so far 到而家我哋都冇任何嘅藥方可以真係針對我哋嘅嗰個COVID-19。That's why 我哋就愛用我哋嘅 immune system 啊，我哋嘅免疫系統。So actually 免疫系統係我哋嘅身體係係好重要嘅。So actually 睇嗰個中國嗰度咧，我都係有一個醫生啊，我可以 send 一個 link 俾你哋，你哋可以睇下。呢個醫生都係有講過 ，actually 大家都唔使咁擔心。So basically 又愛洗手咯，洗手愛洗乾淨，日日愛洗每一個 20 minutes 20分鐘咁樣洗一次手 ，and then 出去嘅時候去街外賣啲嘢嘅時候愛買vegetables 啊菜啊嗰啲啊 ，so 又愛戴 mask 咯。So 最緊要係我哋嘅免疫系統。佢入面有講過嗰、那個免疫系統係咪最重要，就係入面有提到係嗰、那個G14 細胞 microphage 係廣東話應該係叫做結食細胞。OK， 所以呢個係呢、這個除咗都係咪免疫系統係我哋自己去我哋自己決定嘅，所以呢個。我哋每一日，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好多嗰、那個細菌啊，嗰、那個花粉啊嗰啲，有啲人係對嗰啲花粉啊敏感，因為佢哋嘅免疫系統比較弱啲，有啲比較強啲，佢哋就有 eczema 啊，皮膚炎啊，亦都入出邊又有病毒啊，所以嗰啲灰塵嗰啲啊，都會入我哋每一日都有接觸到嘅，只係因為我哋嘅免疫系統好好。所以佢可以抵擋得到嗰啲 virus， 唔會傷害到我哋嘅身體。所以 actually 我哋嘅身體個免疫系統係咪？佢係24小時去保護我哋嘅喎。其實我哋嘅每一個 organs 啊，每一個系統喺我哋嘅身體入邊，佢係24小時去保護我哋嘅。所以我哋要好好嘅咁樣去珍惜咯。所以佢嘅免疫系統咧，佢有對外嘅同埋對內嘅。邊個係點樣講係俾內同外呢？所以陣間頭先我講嘅就係呢個 microphage， 就係G14 細胞結食細胞，佢係嗰個我哋嘅免疫系統係咪？佢係一定愛喺我哋免疫系統入邊嘅，因為當嗰啲細菌入嚟我哋嘅身體嘅時候係咪？呢、這個結嗰個 microphage 係咪？佢係第一時間去跳出嚟去 protect。佢照顧我哋嘅身體嘅，所以當我哋嘅身體係咪嗰個 microphage 係咪
佢有四種唔同嘅嗰個角色，佢會保護我哋嘅身體啦，佢會balance 平衡我哋嘅免疫系統啦，佢會清掃老化同埋嗰個病變嘅細胞啦，同簡稱係嗰啲 cancer cell 啊，嗰啲老咗嘅 cell 啊，好似我哋嘅血啊，我哋每3個月、4個月係咪？我哋嘅白血球啊，我哋嘅紅血球啊，我哋會更新噶嘛 ，red blood cells 啊，嚇，所以呢個係佢會清除嗰啲老化嗰個 cell 咯，同埋另一個第四個係嗰個少夫細胞，就係佢會去修補我哋嘅細胞。所以呢個係咪保護身體？點樣講保護身體？所以我哋每一人啊，頭先我講每一人，我哋接觸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病菌啊，定係嗰啲細菌，所以我哋唔知佢會傷害我哋嘅身體嘅毛病，所以佢哋會食咯。佢知道呢、這個哦 ，OK， 呢個對我哋唔好嘅，佢就會食咗佢嚇。所以好似我哋有嗰啲 chicken box 啊，好似定係嗰個骨痛熱症啊。這個骨痛熱症是不是它會入來我們的身體的時候，是不是被蚊症釘到的時候，是不是我們的那個 macrophage 是不是它就會去做工作，它會吃啊，它會去抵擋那些敵人啊，那些敵人是不是它們侵犯了嘛，它會吃了它咯。所、so, 以如果佢失敗嘅時候，係咪佢會 send 一個 link 喺咪俾我哋嘅 T cell 同埋 B cell 嘅？所、so, 以我哋嘅 T cell、B cell 嚇，佢會俾我哋解藥。嗰啲解藥係咪佢會好似俾我哋之後，佢 recognize 咗嘛？佢知道這個病毒係嗰個 chicken box 嘅。所、so, 以我哋 chicken box 係咪我哋一次啫，一生人都係出一次啫。所、so, 以因為我哋嘅免疫系統 already 佢知道這個病毒咗。所以佢 already 係有嗰個解藥咗 ，that's why 我哋個 chicken box 我哋出又係出一次嘅啫嚇咁樣咯。所以另外一個係平衡我哋嘅免疫系統，所以平衡我哋嘅免疫系統，我哋嘅免疫系統太高又唔好嘅喎，太低又唔好嘅喎。好似好多人講，哎呀，我哋一直 build up 啊，愛 boost up 啊，我哋嘅 immune system 啊，越 immune system 越高就越好。誒唔一定嘅喎。如果好似我哋嘅嗰個免疫系統太過高嘅話，係咪你嘅 in between 嗰個 cell 啊，佢喺度打交啊，佢都唔識嘛，我哋佢唔可以和平去相處啊。但係所以我哋嘅皮膚炎啊、eczema 啊、紅斑狼瘡啊嗰啲，就係會 cause 到我哋嘅cell 入邊嘅 imbalance 咯，所以唔一定係越高越好嘅。我哋每一個嘢咧就係中庸嚇 ，balance 就最好嘅。所以等太低又唔好喎，太低我哋容易病啦、發燒啦、感冒啦嚇 ，and then sneeze 啦嗰啲啦。所以但我好我哋最常見嘅咧嚇係喺辦公室。那個辦公室是不是我隔離那個哇一黑黐呢，第二天是不是我中了，這個是代表我們的免疫系統弱，所以我好像是其他的不做什麼，在辦公室裡面一個人病他會好像傳染病一樣傳好像十個人起碼都有一半的會傷風的，他因為我們在室內嘛，那個菌啊，它的病毒是不是它一直細菌在我們的室內裡面，我們看不到喎，所以我們的抵抗力不好喎，所以我們又很容易就病了咯啊。所以第三個就是清除老化和便病的細胞，所以便便細胞就好像我們的 cancer cell 咯，所以我們的癌細胞啊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呢 actually 每一個人都有的，每一個人都有，是看我們的 immune system， 我們的免疫系統可不可以幫我們清除了。所以我們每一天我們都有 create 我們生產的 cancer cell， 每一天生產，所以 if let's say 我們的免疫系統是夠好的話，它會吃光就是吃光幫我們清除了，所以我們就是沒有 cancer cell。 如果
我哋嘅免疫系統唔夠好嘅話咧，佢就係食一下好似譬如話我哋有十千，每一日我哋嘅身體有十千，所以食九千啫喎，所以剩翻一千，所以每一日留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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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隔夜菜隔夜餸咁樣咧，每一日留一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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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越儲越多嘅係咪？佢就會越嚟越臭咯，即係我哋嘅身體都係一樣嘅，好似我哋嘅癌細胞係咪？越儲越多越儲越多係咪？佢一下佢唔會變癌症嘅，佢 accumulate 係三到五年。每一次我哋要 check 到嘅時候，哎呦，做咩我有 cancer 嘅？做咩我有癌症嘅？做咩我胃癌嘅？做咩每一次一 check 到嘅時候係末期咗嘅？做咩係第三期咗嘅？啊，其實我哋嘅身體 already accumulate， 慢慢累積咗嘅，佢唔係忽然間咁樣嘅發生嘅，佢係用三到五年嘅時間。So， 當我哋嘅身體又俾我哋signal 嘅時候咧，我哋自己愛去睇醫生咯，有 check 咯。So 每一年啊，我哋就愛去full body checkup 咯。尤其是係上嗰年紀啊，30歲、35歲咁樣啊。So 其實 actually 生有啲人都講。哎呀，我每一年都有 check 噶啦，每一年 check 都冇。哎，做咩我忽然間我血管爆啊，就知道我有嗰、那個癌症喺我哋嘅pancreas 嗰度。Actually， 我哋有 check 好過冇 check 咯，因為我哋嘅癌症係咪有時候我哋嘅 machines 啊，雖然我哋嘅科技好發達，不過有啲係真係 check 唔到嘅，有啲係真係去 accumulate。到certain levels， 我哋先可以知道哦，我哋係有咩病咁樣嘅有時 so 有 check 好過冇 check 咯 ，at least 你知道你自己身體發生嘅咩事啦。OK， so 係第四個就係修復細胞，修復我哋嘅細胞。So 好比如話我哋啱啱開刀啊、跌倒啊、黑青啊，定係 accident 啊嗰啲。都是很好的，有些還有一些是那個糖尿病啊，糖尿病的病者，糖尿病的病者他們不是有傷口的，他們不可以有傷口的，如果有傷口是不是他們很難去 recover， so recover 不到的話，他就越來越爛了，爛到maybe 我鋸了個腳啦，那些啦，個傷口不會去讓他繼續爛下去啊。所以這個 Shiroto 是不是它有很多這樣的見證了的，好像我的之前我的仔啊，他 accident 就是騎摩托啊，所以他 accident and then 他中到他的面啊，他的腳啊那些啦，他面是其實很嚴重下的，這裡差不多這裡都有啊，還有他的 nose， 他的都有 ，so after 佢食咗樹果多係咪？誒誒 ，actually 佢一開始佢係食醫生嘅藥，不過佢覺得哇好似好慢咁樣，佢阿媽講誒，倒不如你試下我哋嘅樹果多咯，睇下點樣，反正我都有米係咪 ？so 佢又食咗之後，好似三日，佢嘅 skin recovering 係咪？睇到好似。你唔知佢係有發生車禍噶啦，你完全唔知噶，因為佢嘅面啊好靚咗，佢嘅消復能力啊好靚咗嚇，就係咁樣。我睇個照片嘅時候，我講你有眉土毛，做咩咁靚仔咗嘅？佢講冇啊，係真係噶嚇，我嘅廣東話嚇。OK 啦so 如果當我哋嘅嗰個 juice 細胞，我哋嘅 macrophage 係咪佢唔越佢 sleep 啊，佢瞓覺啊，佢唔係好active 嘅話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失調咯。So 點樣會佢失調咧？就係我哋每一日我哋老化咯。
and then 環境啊、污染啊，而家比較好啲啦，因為好多時候因為嗰個 COVID-19 and then some more 人 stay 喺屋企唔可以出去 ，so 我哋嘅污染都減少到好多 ，so 同埋我哋嘅生活作息咯，我哋食嘢啊，好多好多時候我哋食好多 fast food。又快嘅快啊！你煎炸嘢啊，我哋食好多咁樣嘅嘢，你同埋精神壓力哦。我覺得而家好多人都係有好多精神壓力。Actually 壓力對我哋嚟講係對我哋嘅身體好大嘅傷害嘅，因為而家係咪COVID-19 嘛？你有好多嘅嗰個員工啦、都唔知After 嗰個我哋嘅嗰個 MOC 之後，我哋有冇工作啦？嗰啲等等啊，生活啊、經濟啊、同埋屋企人啊 ，so 呢個種種嘅壓力係我哋睇唔到嘅，不過佢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咯。咁樣 ，so 點樣去確保我哋嘅microphage 佢可以正常運作啊？所以而家我就係正式入可以同大家講呢個士多圖啦。士多多我哋講食咗又快樂又歡喜咯嚇咁樣。所以佢有嗰一個獨特嘅成分，呢、這個獨特嘅成分叫個 IPPA1。呢個 IPPA1 係咪？佢係用嗰個小麥啊、小麥嘅去 extract 出嚟嘅。So extract 出嚟係我哋嘅身體唔可以去生產嘅，我哋係一定要靠我哋嘅食物外嚟嘅去食入去嘅，補充入去我哋嘅 IPPA1。所以呢個 IPPA1 actually 好重要，係因為佢呢個我哋嘅 microphage 係咪？佢有好多個 antenna 我哋嘅 microphage 有好多個 antenna 其中一個 antenna 係叫 TLR4。呢個 TLR4 同我哋嘅IPPA1 係咪？佢係 connect 嘅，佢係可以 connect 嘅，所以嗰個 IPPA1 係佢會啟動啊，佢會去啟動我哋嘅 microphage 叫佢去做工啊，做工啊，唔可以瞓啊，因為我哋嘅 microphage 係咪？佢係喺成個身體嘅黏膜，佢喺我哋嘅腦啦，我哋嘅嗰個。腳啦、kidney 啦、我哋嘅腎啦嗰啲，我哋總共嚟講係叫 microphage 啊，其實佢有唔同嘅名嘅，呢個我唔知啦。不過我哋 some more 就係叫佢 microphage。所以如果我哋嘅 microphage 係咪喺其中一個部位係咪係比較弱嘅話啦，我哋嘅免疫系統就係比較弱，所以係容易俾我哋出邊嘅細菌被 attack 我哋咯。所以呢個發現咧，都係得到嗰個諾貝爾獎 Nobel Prize 喺2011年嚇。呢個發現就係嗰個 IPPA1 同埋嗰個 TLR4 佢可以啟動嘅呢個 statement 係咪係被表揚嘅嚇 Nobel Prize。所以呢個 IPPA1 咧嚇，佢會激發我哋嘅免疫系統咯。佢會幫助啲咩嘢？佢會幫助我哋有啲人感染啊、發燒啊。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發燒嘅嗬。所以當我哋發燒嘅時候，佢可以縮短。好似我嘅仔一個兩歲，一個四歲。嗰陣時佢有嗰、那個influenza A， 就係嗰個 influenza 禽流感啊。禽流感，所以佢嗰個禽流感係咪？一般嚟講係你一定要去醫院咯。如果你佢係高燒不退嘛，佢係高燒係38.5以上啊，上落咁樣，所以佢會高到40.幾啊。嗰陣時我睇我嘅仔係40.1你啫嘛，我都好擔心。到底點樣好？所以我帶佢去睇醫生，醫生講如果半夜佢個燒仲未退嘅話，你一定要帶佢去醫院，因為醫院嘅話佢會幫佢打針，係輸嗰、那個好似葡萄水啊，俾佢鎖定啊。因為當我哋發燒嘅時候，我哋飲唔到水嚇，所以我哋好缺乏水。其實佢都冇藥嘅，佢係。depends on 我哋嘅免疫系統去幫助我哋嘅身體啫。所以嗰陣時我俾醫生嘅藥，我都有配合嗰個舒羅多。我俾我仔morning 一次 ，and then 夜晚一次，所以食飯後一齊食咯。
所以食咗之後係咪？我嘅仔應該係一日半啊，我嘅仔就冇發燒咗，就成個人好成個人好精神咗啊！我睇到我都哇，我都放心啲嘢，因為佢有精神啊，我就放心。如果佢躝喺嗰個 sofa 嗰度啊，哇！我就好擔心啊，食都食唔落啊！真係啊！我照顧佢，我真係唔使食，我變先。我覺得好多好多嘅父母，如果仔女病咗嘅時候，係咪我哋最辛苦？因為我哋好擔心啊嚇，尤其是係嗰啲比較 critical 啲嘅病啊嚇。我因為嗰陣時，我有睇我嘅朋友係咪有好幾個朋友，因為佢好似視診癲咁樣啊。嗰個月我睇我好多朋友嘅仔係咪都有中嗰個 influenza A 啊？嗰陣時佢哋都係有入醫院，我睇到嗰個細路仔細路女係咪插住嗰啲針啊？哎呀，好心痛我、啊。咁細咗，然後我攞一個頂住咁樣啊，咁樣插針咁樣抖嗰啲水落去啊，然後有啲人係咪喺病院啊，去 stay 係咪3-4日咁樣？我聽過有一個我嘅 neighbours 係6日啊，佢嘅女喺嗰度，因為明明我出院咗，不過佢 check 嘅時候佢嘅 temperature 突然間 shoot up 啊！所以又不可以出院咯，就係咁樣。所以我真係好感恩我遇到呢個產品，即係幫到我好多，又幫到我嘅 family 好多，幫嘅我嘅仔好多。所以呢個感染佢會縮短咯。所以另外一個佢敏感，我哋有啲人對花粉敏感啊，對嗰啲灰塵敏感啊，佢會我哋嘅皮膚會好似越長一粒一粒啊，定係有斑啊、封膜嗰啲啊嚇，啲佢都會幫到。and then 皮膚炎啊，and then 高血脂嗰啲都會幫到，同埋我哋嘅胃唔好，有胃嘅 ulcer 啦、胃風啦、有胃病嘅話，佢都會幫到嚇，幫我哋去援助啊。改善這方面的問題，還有那個骨痛素神症就是這個廣東話不是很正啊，這個OK， so 這個是它都會幫到我們的骨。so 這個 FBP1 是不是它會去啟動我們的Macrophage， 它是1000個的，好像我們的樹率多，是不是我給大家看一張很細胞的，好易帶出去的，是不是很細胞？所以我朋友說過這個 1g 啊，這麼細胞我吃了下去會幫到我嗎？不過我吃了又很有效、啊、我好像愛病的時候，是不是我吃兩包下去，我第二天醒的時候我覺得我很 energetic 啊，這樣又幫到咯，是咯，咁我咁樣食落去啊，好似冇咩幫到。不過佢真係好大功效啊，因為係咪你呢個一細胞係咪佢等於係 beta glucans 啊 ，beta glucans 同埋嗰個乳酸菌啊，佢係1000倍嘅，你知冇？1000倍。所以嗬，就係、是、譬如係咪你食呢個一包係咪1g 係咪等於你食 beta glucans 嘅1个 kg 同埋1个 kg。比如來說就是你吃一個西瓜那麼大粒，還是你吃一粒的葡萄那麼小粒，它就會有那個效果。你好像吃這個就是葡萄，你這樣吃下去，哇，它的效果很好，你不用吃那麼多，吃一粒西瓜下去，滯死你啊，真是，我們吃不到那麼多的啦，說真的，吃多都會胃啊。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有很多的那個 clinical study， 這個 clinical study 是不是我們有那個認證的，就是臨床認證。所以這個是proven 的，是針對我們的 IPP1。 所以這個 IPP1 它 already 有 proof 了，它是會減少我們的寄生蟲在我們的 body 裡面，它會減低我們的皮膚炎71%，還有減少我們的皮膚敏感。So actually 我哋this morning 嘅時候，我聽到好好嘅分享就係、是、阿玲佢嘅仔係咪佢有十幾年咗，佢嘅仔應該係十幾歲咗，
佢不嬲都對海鮮啦、對花粉啦有敏感嘅。所以當佢係咪碰到話佢去我哋school 係咪我哋學堂，我哋有體育運動啊。所以當體育運動嘅時候，有一次佢去佢爬嗰個草場。所以草場佢對嗰個草有敏感噶嘛，對花粉有敏感噶嘛，所以佢爬嘅時候，哇腫到啊，攰成個面啦，成個手啦，腫到好似豬頭咁樣啊！所以佢阿媽都嚇到我啦，哎呀，你食咗個樹好多啊，睇可唔可以幫到你啊？佢啊仔係咪食四包啫？第二日係咪冇事啊？仲有一次係咪佢去泰國？泰國有好多海鮮噶嘛，係咪？話有蝦啦、魚啦嗰啲啊，所以佢係去嗰啲海邊嗰啲。所以當佢去食嗰啲蝦啊、食海鮮啊，佢係唔可以食噶。佢最多可以食一個蝦啫。嗰陣時佢食好多好多，你諗下佢又想死啊！佢一齊啊，親朋戚友一班人一齊去十幾個咁樣啊。所以每一個人都幫佢講：哎呀死啦！你個仔食咁多啊，陣間佢第二日啊，醒嚟嘅時候，陣間成個豬頭咁樣啊，睇醫生啊，喺泰國點樣揾醫生俾佢啊咁樣。所以佢個仔嗰陣時，佢個仔已經有食咗樹好多嘅咗嘅。佢每一日咁樣 consistent 一直食，每一日四包咁樣食。所以第二日係咪佢睇佢個仔冇事啊？完全冇反應喎！哇，佢個仔講：哇，媽，我可以食海鮮啊！佢個仔幾開心啊！因為咁十幾年來啊，每一次係咪佢睇人食海鮮，佢好羨慕㗎。佢喺度睇住人哋食嘅啫咯，佢唔得食嘛，因為佢一食落去，佢就會好多，佢會腫啦嗰啲啦，你食起一粒一粒成身啦，佢愛一兩個禮拜啊先可以。recover， 所以不過佢因為樹佬都係咪，佢完全冇問題啊，完全食嗰、那個海鮮都 OK 喎、啊，哇真係恭喜佢啊！所以佢媽聽到都好開心，佢媽睇到佢嘅時候，佢媽都奇怪，哇呢、這個樹佬都真係好好，真係愛分享俾好多好多嘢人知啊，因為咁好嘅嘢唔分享真係。所以我分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他會減少那個胃潰瘍對我們的胃不好的有actually 我聽到有一個應該是 Trisha 的老公他吃了他一向都有胃痛的他一胃痛是不是他是很嚴重愛食肉的一定愛在那個床入邊牀度愛 lay down， 然後佢唔得喐嘅。所以不過佢食咗樹肉多之後，係咪佢可以係咪I think after half an hour or two hours 啊，佢可以去打 badminton 咗。佢嘅老婆又講：有冇咁神奇啊？可以去打 badminton 咗？明明你已經胃痛到好緊要嘅，你啱啱係食兩包啫喎。所以這個就是很誇張的那些見證啊，真的幫到她老公咯。她老公真的整個人很精神啊，去打球啊都沒問題啊，去打乒乓球都沒問題。所以真的很感恩有樹佬多這個產品。所以另一個就是那個我們的 Tapman's Diabetes。這個 Type 1 Diabetes 是不是在外面是真的你去找很多都是沒有這樣的 case 的，所以這個臨床的驗證是不是Type 1 Diabetes 我們的那個樹度是可以幫助改善，好像有些是愛打那個 insulin， 都打 insulin 是不是每一天maybe 打三次，佢就 reduce 打兩次 ，reduce 打一次咁樣，都係愛打針，不過佢 reduce 啊，所以好大好大嘅改變。因唔係嘅話，你睇嗰啲 type 1嘅嗰個血糖嘅糖尿病嘅，一直打個佢嘅手啊，好多都係有好多嘅窿嘅，因為嗰啲針係咪吉落去嘛？所以呢個係type 1 diabetes 嘅加因咯，加因。是不是叫獨家恩？OK， 所以第四個
係另一個就係我哋嘅係日第一同埋唯一係日本認同嘅 JITRA。誒嗰啲 JITRA 係咪係主辦單位？佢係for 自然免疫。研究會的會員來的，他是在1982年的時候，是不是那個教授 already 在這裡研究說 macrophage 到底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是什麼。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呢，是 JITRA 認同的。 OK， 這個 JITRA 是不是得到那個日本是政府和私人界是不是一起去 invest 進去 and then 去研究那個 IPPN1 的。 So actually IPPN1 是不是在日本和在UK 是不是有些他們是actually 他們的 IPPN 是直接打進去的，打進去身體的。 So 這個是不是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佳音，是不是我們這個是吃下去的，是我們的方法，真的很好，一直去求那些那個廠商去製造給我們是直接吃下去的，可以給到我們平凡百姓，就是我們普通的人都可以因為許多因為這個 IPPA1 而得到健康。所以我們樹肉都有什麼的成分在那裡，它有獨特的 IPPA1， 它有 Vitamin C Beta Glucans， 還有它有那個臨床驗證臨床驗證，還有那個它有藍莓口味，所以你吃了進去的時候它是酸酸的甜甜的。所以獨立的包裝，這個成個餡是不是這個成個餡還有這個樹肉都，它是 100% imported from Japan， 100% imported from Japan， 然後它的價錢是非常的實惠的，真的很值得大家去invest for 自己的健康，因為健康真的無價。所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我們的，它好像粉狀這樣的，你不用溝水喝，你直接是這樣吃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你 after meal吃了飯之後，你直接倒下去，就是這樣咯，這樣它就會 balance 和提升我們的 immune system 啦。所以現在有 COVID-19，所以大家記得我們真的照顧我們的身體，照顧我們的身體，然後它適合誰吃，所以它是小孩子、大人和老人家都適合吃的。所以如果你是素食者，你是 vegetarian， 所以 vegetarian actually 都可以吃的。還有我們有蝦和 GMP 的 certified， 所以 actually 我們都有專利拿到10個國家的專利，所以有日本啦、美國啦、歐洲啦、澳洲、加拿大、中國、韓國、新加坡、以色列、印度和台灣等等的國家。所以 for 小孩子，他每一天一包，所以好像我們大人的話呢，他是2包到4包，是 depends on 你的。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好像愛病了，你可以4包這樣吃咯。所以定是 你有些傷口你愛 healing，你可以吃actually 4包6包都 OK 的。所以我有朋友他好像OK 我有癌症我有 cancer， 所以我做緊 chemo， actually 你可以6包4包這樣吃都 OK 的。我 this morning 的時候我們有聽過一個是 brain cancer， 是末期的脑瘤第四期。所以actually 醫生都說他沒得救了，不過他因為憑著他的意志力到現在第七年了，所以他第七年接觸我們的樹肉刀，所以他吃了樹肉刀，是不是他已經在醫生的證實他不用每一天再吃那個 cancer 的藥了。因為那個 cancer 的藥每一天我們吃20到30幾粒，
限。所以因為雪老多佢而家唔使食咗，and then佢嘅癌細胞已經喺佢嘅身體入邊係發冇咗嘅。所以雪老多佢係點樣食？佢一日係食八包。八包。所以因為佢覺得係免疫系統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所以佢已經唔想再過之前好辛苦個日子，做 chemo 啦，做電療啦，做化療啦 ，and then 我日日都去食肉啦。所以喺呢度真係我哋奉勸大家係我哋有一個好好嘅身體，我哋自己愛去真係愛惜我哋自己嘅身體，因為健康真係冇價。每一日愛感恩珍惜。所以我的分享就是到這裡，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的，可以私底下找我。 OK， 所以記得我的名字，你可以叫我小善，還是叫我 Nicole 都可以。 OK， 拜拜，祝大家身體健康， and then COVID-19 快快的解決啦。 OK。